先来讲一些，等一下，修炼人鱼功法。独立门。还有这样子的哦，气死我了！好啦，我们先讲别的啦，不然他这样一直当咯。上层。哎，有拍卖系统。藏这么隐秘干嘛？画符你又不能看，对不对？可以啦，很像就不，很像就只不能聊天而已啊。